大家好，班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很多观众没有看懂新监管者愚人金的技能介绍，这边用大白话来给大家解析一下。我称之为稿子哥。稿子哥主要核心技能不稳定区域，是用他的这个稿子凿击墙面产生的。视频当中一稿子下去，好，紫色范围就是不稳定区域，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是会造成伤害的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再一次砸上去的时候，或者说稿子已经本身在上面的时候收下来的那一下，看丢上去一下四分之一伤害，收又是四分之一伤害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看到它的临接技能磁性引导，这个就是你丢在墙面上和丢在地面上面回收稿子以后呢，技能的 CD 不同。同时呢，磁性引导还有一个附随的叫做磁性延伸啊，就是它跟鱼女不一样，鱼女丢完叉以后是不能攻击的，它呢丢完叉以后又能攻击，又能翻窗，还能踹板子，什么都能干。好的，接下来看到另外一个临接技能牵引啊，它是可以往这个稿子这边进行一大段的一个位移能力，但是被建筑物挡住的话呢是直接暂停的。这个是一阶技能磁性转化啊，它就是在范围当中起这样的一个饮食，这块饮食呢是会在区域当中产生新的不稳定区域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饮食它还有一个什么效果呢，就是共振。当场上有不稳定区域产生崩塌的时候，饮食所在的不稳定区域也会产生共振，产生崩塌，造成伤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二阶技能一触即发，我认为这是个全屏大招，因为它的描述是直接产生全屏的不稳定区域，并且造成崩塌伤害。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，如果没有理解对呢，大家可以指出啊。这如果全屏大招，那可有点太厉害了。现在的屠夫都这么变态吗？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内容的全部视频了。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，如果有什么没讲对的呢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分析解析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